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这个富兰克林呢，带大家介绍这个玩命关头的场景哦。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？这电影剧情哦。我们现在在这个雪地上面，然后这里有，这是碎冰吗？还是怎样？不对，它是道路啊，整个道路都变成那个冰棒有没有？冰砖块啊！哇，超大的潜水艇。还有这彭迪索啊，要喝酒哎、欸，太冷了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潜水艇有够大的啦，是不是？哇、哦，有办法上去哦，哦，这怎么上去啊？那感觉有点困难啊。哦，唔汤啊，让，让开好不好？我要。开一下，你这台车很帅哎。1966年的车啊，这台车还可以这样子打开车灯，关掉车灯，后面还可以干嘛？哦，知道了啦，我把那个车门打开看一下好了。OK， 是哪里啊？哦，没有后车门啊。OK。引擎盖，没有后面啊，啊，全可以 ，OK， anyway， 它全部打开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引擎打开长这样啊，酷欸，里面还会动啊，跟真的一样啊，哇哦，我们来实际开一下，它到底有多快啊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快。这个冰上面不太好开，会打滑呢。最快137哦。第一人称，哎，第一人称也不赖哦。感觉这地图很大哎，我随时会飞出去哦。来来来来，我们转回去一下。哎呦，打滑了！我的，啊，这技术不好，糟糕！翻回来，翻回来。这滑到什么时候啦？行，好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先下来一下。哎、欸，车子冒烟了，终于停下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再爬回去吗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，车子坏了。天哪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车子坏了 ？Oh no！哦，要跑回去了啊！回来，我们来开另外一台车。哇哦，美式肌肉车，后面载这个 EMP 装置是吧？还有加速器哦，我们这次没有装加速器哦，我们就直接开了，加速很快。145，还好啊，哇！后面的那个会喷火哎、欸，这个地形不好开啊，糟了，我先把它翻回来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超难翻的。OK， 回来了。哇，旁边跟这个后面会喷火。哇哦！看一下第一人称 ，OK， 第一人称有这个仪表板，全部都是铆钉啊。后面呢，还可以载一个人。看一下前面的灯可以打开，
我们实际测试一下可以飞越这台潜水艇吗？哇，哈哈哈哈，还没到就先翻车了 ，no， 雷了雷了雷了，尴尬，雷了，翻回去，翻，好，翻回来了，翻回来了，我们试看看，这次一定要成功，飞越这个潜水艇，有没有办法像电影那样子？光这个碎冰就不太可能了、啊。调好位置啊！可是没有那个跳台，没有跳台怎么飞啊？我们从后面飞好不好？后面飞应该比较合理啊，这个高度嘛，对不对？喂，冲！啊，翻了翻了，完全不能像电影那样子。擦，这样不行啊，母汤！哎呦，卡住了啦，车子坏了。好，行行行行行，我们就走路上去看一下好了。这个模组真的很蛮大的，超大潜水艇停在这个冰山雪地的地方哦，好喘哦，真的很大哎，哇，喂，这是什么？保护伞吗？这个嘿，哇，这样也可以滑倒 ？What？ 好了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最前面的地方。等一下，这样子我要怎么介绍其他的地区嘞？这样我要再重申一台车出来了。OK， 我们重新介绍一下这外面的设备好了。这附近的设备像是一个工厂啊。哎，这里嘞，哦，超滑的，超级滑。我觉得跑步还比较快啊，没有啦，就开车还比较快吧，我觉得。这是一个小型的工厂，但它这个围墙只有一边啊，两边，它没有完全造起来，就只有围墙就这样子而已。看一下另外一边的工厂好了。飞跃，哇呼！哎呀，哇，雷了，啊！哇，超难开，倒着开好了，就安全一点。这里呢有一个小仓库，这个营地看起来很大哦。哎，我穿过去了，穿过去了，破土。哎，好了，我们最后介绍这台车，这台车哇！超赞的，跟电影一模一样。可是为什么它引擎盖盖不起来啊？是它坏掉还是怎样？是因为引擎太大吗？我看不太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欸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门都打开好了。OK， 我可以看到引擎，它的引擎其实也不算很大啊。可能模组本身的关系吧，但是它引擎做得很棒。哇，看看这个引擎，
后面的 EMP 装置、排气管。哇，这个模组做的好棒哦！先介绍到这边，好吧？那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There's nothing like you and me together, and your eyes have been so hard to forget. But there's something.